Come Studio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同结同生存。我们找了一个超级不搭嘎的人 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 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鼠标。请问你跟这三个字有什么关系？没有，我只是当做一集的特殊嘉。好啊，那今天我们要干嘛？我知道了，探索地狱堡。好啊，走吧。可是你们不是没有找？对啊，我们要先找到地狱堡嘞，才能探索。好啊，那可是我身上只有石头的装备，然后跟烂的。那很强啊，我们就出发吧 ，Go！ 好吧。我绕了一圈，然后才找到，然后你一下就找到了。我发现我是阿神，我没有穿裤子。哦。哎呦，我要在哪里？我们必须再更深入一点。去猪猪，去猪猪人。怎么一出来就是一个大坑的？这坑很恐怖，还有阴影。我们没有弓哎。有医生。对啊。那边楼上。我差点摔下去。我只有带铁镐哎，我的铁镐很容易爆哎。挖一点地狱的矿物。虽然之前有来挖过矿物，可是。哎，好痛痛痛痛！我觉得这个地狱被你们弄得好像随时都会死。对啊，是好恐怖。哎，我找到了。真假的？过来过来。我要爬上。哎，真的也可怕的要死。哦，就这样被我们遇到了。哦不哦不，是那个烈焰神。对。我们没有做工啊。对啊。带上我们的盾牌，这样过去。冲啊！我们要把它挖掉吗？要把圣怪山挖掉吗？可以不用挖。我挖掉。把你。有那个、有凋零啊！快点，杀了他！小心啊！有掉吗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那么卡？有骷髅，有一般的骷髅。哪里？小心啊！两只，两只你在哪？出去！我有火焰保护，我有火焰保护，去死！我什么都没有。凋零怪跌下去了。对，我差点跌下去，太恐怖。我要拿烈焰杆啊！给我，谢谢。凋零怪不是来了吧？凋零骷髅在下面。要怎么探地狱堡的呀？有什么？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我跌了下来。我觉得我鞋子很容易爆哎。箱子，哪里？好吧，有什么？有安呐、有安，后面还有一个，有钻石质马凯，可以把金点。可恶，你让留垃圾给我。这也是什么死路？你前面有箱子。English. 我听到神奇的火焰声。黄金胸甲，好棒、English United Kingdom, English. United Kingdom, use these English. 又有一个安呢。我们可以当超级安。English, US. United Kingdom, English.耶！我们好像就这样了。怎么办？自己好无聊，不行。又下了。
在哪？有地狱疙瘩。这边有一大堆地狱，啊，有凋零骷髅。哪里？真的？有头吗？我在挡他当。好啦，哦对，现在是第二集，我还没有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长这样，还蛮美的，我们去一楼。啊，那个红要把那个大平台干嘛？不知道欸，他说下面有没有种农田，这是我们的马铃薯田，现在变成胡萝卜田，然后这是一个闪电羊咩咩，就是。我就是看到一只羊，那它被闪电劈死了。然后这是红之前做的一个大平台，这里原本是要种田，可是后来我原本要用自动种田，结果失败了，我就在里面养牛了。然后啊，对，这个屋顶，对哦，红，你如果在看，这个屋顶被铺好了，耶！别在那边装哦。然后这里有我盖了一个桥，可以简单。你我的秘密都知道啊，你在装哦，我。然后我又种树了。然后呢？现在你们看，薯条一来就整理好了我们的箱子。哎，心累啊。耶、yeah, ，开心。然后这个书柜也弄好。我要去游泳，我要去游泳。薯条的房间，这就是负责游乐设施。我要去游泳，快点！我要去我后面那个水道，拜拜。这样薯条就可以安稳的回家了。有没有很开心？我要去游泳了，拜拜。然后我们的甘蔗田，给你们。哦，对，薯条还做了一个滑水道。这不是做滑水道好吗？在这里，可以先这样，游泳，这样一游呢？你们知道游泳就可以干嘛吗？爱薯条，呼吸。大家应该有看到前面就是我们的甘蔗田，甘蔗田对，好、哦，超丰盛。我就很期待1:14的来。对啊，可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那个不是就不能更新了？嗯。可以啊，不行吗？地图是一定的，如果什么新的生态，哦。我们来采收甘蔗。阿布拉卡基。身上爆满，我要先回家，把我们的一些地狱的收获，把它放回家。哇！哇！不行，我们这里一定会想办法做出这个一半。我们这里要干嘛的？干杯河豚，你去挖泥土啊！快点，我需要很多泥土。我们可以先结束这一集啊！我已经有农场标题了。还是你要来玩第五人格？好啊。哎，给你。干杯河豚吗？对啊，新年快乐！那一起。嗯，新年快乐，那就新年快乐，干杯！新年快乐，哎。干杯！干杯！是啊，新年快乐！啊、哦，天哪！啊，还有蜘蛛，蜘蛛你也要一个吗？给你。我刚才在看你想说什么时候、啊、你才发现。蜘蛛给你，蜘蛛吃河豚。好、哦，好吧，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。嘿，薯条。嘿。你走开，拜拜，你走开，拜拜，你走开，新年快乐，薯条新年快乐，你走开。
我绝对很唯一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不要的，祝他新年快乐！不要这样，不要来找我，大家是要杀薯条，不是杀我。哎 ，Hello， 不是杀我啊，同学。好啦，喜欢点个喜欢，想要今年的红包可以变更大包的，就在下面点个订阅，然后不喜欢就改一下你的喜好。那薯条新年快乐，拜拜！新年快乐，拜拜！你一定要把他打死，这样才好，拜拜！对。